首届苗栗城市祈祷早餐会，苗栗县长钟东锦带领县府团队和约20位立法委员、议员等政界人士参与，和苗栗县众教会牧长与七山头基督徒领袖齐心为城市祝福。当中，钟东锦也接受牧者们的祝祷。在五万人当中选召了钟县长，召集他的团队，为这个百姓、为这个土地来祝福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当他们竭尽心力策划规划每一项县政的时候，主，我们求你开启天上的福布，赐下那人力物力财力在这个团队的当中，我更求你赐下那属天的智慧，哦，圣灵的浇灌在整个团队，在县长的身上，主啊，让他们看见到那创造的主要将一切的丰富赏赐在这个苗栗县，赏赐在这个团队里面，要祝福这个土地。我们知道主，你在苗栗有一个美善的心意，你选召了钟县长就是要来完成这样一个心意。主，我们求你赐福钟县长他的身体，保守他的身体，保守他的家人，保守整个团队，每一个团队，每一个同仁，家庭幸福美满，身体健康，在忙碌的时候有你的保护，在睡觉安稳的时候有赐下一个安稳的心。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也相信主，你在钟县长，你知道他承受了许多的压力，主啊，但是主，我们相信你要恢复他的荣耀，恢复我的尊荣，主，我们要看见到你要在他身上显明出你在苗栗美善的心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愿钟县长所做的一切都蒙你的保守，都蒙你的赐福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相信有众人的祈福，关心苗栗大小事，将共创幸福苗栗。幸福苗栗，立上加油。